杀戮群像，我定要这个血染圣城。谁在里面？现在若杀了他，再没有人知道苏少府受害的经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便拿去好了。当真？娘子。 别动，我帮你把毒吸出来。今夜就送你离开，看你还怎么留在谢延安身边。我们既然假扮夫妻，总该有夫妻的样子吧？我看，人家夫妻好像都是这样子的。 和妾身玩一种好玩的游戏，也许我的血可以疗他的伤。没事啊，不小心滑到了。我喜欢你。